老冷战来对比的话，老冷战当然是铁幕讲话，对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新冷战的标志性事件呢，也可以说是这次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，到底会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西方世界的反省？也许能够反响，也许反响不起来。新冷战，我们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，因闭源战略的冲突而形成的。如果要是比较起来呢，那一次的显得更明显，因为它是有一个物理上的客观世界的这样一个分割，而在今天的闭源战略冲突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。你被人家剥夺了很多，但你自己根本就不清楚。所以目前情况看呢，新冷战的影响似乎并不像老冷战那么严峻，但其实对中国来说，这却是至关重要的，甚至是生死攸关的。这个事情说起来就比较众说纷纭了，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处在衰落期。但是也许正因为实力大不如前，所以才没有马上形成一场热战的条件。因为没有热战的条件，才改用冷战的方式，因为冷战也是战争。那我们看今天呢，其实如果继续沿用老冷战的意识形态呢，在很多人面前呢都会显得很荒唐，大家都不那么觉得这东西可以拿得出来。但为什么还这么拿？首先是恰恰是刚才这个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现象，就是一个时期以来呢，美国是在走下坡路。那他在思想理论体系中呢，过去他所维护的很多至高无上、显得很高大上的这些作为意识形态工具呢，在今天特别是疫情的冲击之下呢，都显得不那么有效了。同时呢，又是确实在衰落期呢，国内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撕裂确实是一个严峻的局面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那似乎是既没有能力去打大规模热战，那就转向新冷战。如果你要按主观愿望来看呢，这个全球化就是跨国公司追求全球要素价格的所谓最佳配置，也就是他要去找到最低价格的那个要素，然后形成了全球的产业配置嘛，那就形成了全球化的这个产业链。那这个东西呢，现在实际上先被疫情打破了。既然大家都不能正常的去做贸易、做生产消费，那好了，正好是新冷战出台，以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这种软实力、巧实力来重新重组它的那个产业结构。美国我觉得它已经实际上做到了一部分，比如现在的 USCM 不就是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吗？把三个国家的名称简写放在一块儿，它就是区域一体化整合。欧盟一直在整合，那东亚包括东南亚的东盟十国加上十加一、十加二、十加三，东北亚这个整合呢也一直在做，中国还在做一带一路。因此全球化的这个解体客观上会带来一个区域发展的新的格局，看看这个世界将会出现多少个不同的板块，这个恐怕下一步大家都会看得到。中国现在呢，我们实际上第三产业占比接近60%了，美国是80%几。那我们的资金呢，实际上目前因为人民币不可兑换，所以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希望一定的资本流入，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哈，这些资本市场来说呢，它都希望有更多的外部资本流入来推高它的那个资本交易的总量，同时也就带动了经济增长。这一点
是正在向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转型的中国客观上需求的。当然是不是一定要向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，这仍然有很多争议。比如我们就认为应该向生态化转型啊。我个人的意见呢，并不太主张过度的强调外部资本流入，因为你大量的资源性资产、大量的实体资产还没有自我货币化呢，你干嘛急急忙忙让外资进来来货币化，然后获取它的货币化收益呢？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家在他们关于冷战问题、关于中美矛盾这些问题上，他们说得很清楚，在他的这个政策选项之中，任何选项都是可能的。我们这边也不打算跟着新冷战跳舞，这些呢都是已经明确大家都说过很多次的了，但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，人家非要这么玩，这些事情啊，你就跟你碰上一碰瓷儿了，你怎么办？假如他就是警察，你更麻烦了，你说你全无准备，你连个录像镜头都没有，你说你怎么对付呢？所以我说呢，大家先不要慌，熟悉熟悉老冷战，然后看看毛泽东当年怎么对付老冷战，把那个当年的经验，也许哪些东西可以继承，然后再看看我们今天有哪些可以应对的措施。希望大家丢掉幻想，准备斗争。